吸管，我跟你讲，现代人必备。尤其啊，像我是台北小孩，在这种湿湿冷冷、飘着绵绵细雨的天，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是包馄饨大王。你问摄影大哥就知道，我刚刚开拍前，我已经包了好几颗馄饨在地上了。这个真的很重要哎，它是什么？它是瞒不住织品喷雾。像平常，我觉得在我家的床上、沙发上或者衣物上，像这样子，喷个几下，你可以看到它喷出来喷雾非常的细，而且啊，好香哦！它是带有一点淡淡的，它里面的成分丁香跟快木的味道，非常的舒服，而且啊，味道也不会停留太久，你就会在空间里面慢慢的散发。然后呢，它主要就是帮助我们可以不要的包那么多的水饺跟馄饨，因为像我啊，其实就是那种。早晚我就是馄饨大王，我的产值之高啊，我早晚床边都会叠成一座小山。但自从用了这个之后啊，我这个状况明显的改善了很多哎。所以呢，有时候这种东西虽然平常看不到，但是你使用了之后，你自己身体啊是最有感、最有感觉的。所以啊，我真的建议大家平常都可以带这个，平时的时候可以偶尔喷个两下，就是帮助家庭的环境的整洁。那尤其啊，在打扫的时候就可以加强的使用哦，非常推荐给大家。